今天这个你吃三碗也不会胖哦。粉丝问我有什么可以零基础又零食物做得还好吃的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排骨焖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煎至表面焦香的排骨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再加一碗水焖上十分钟，倒入胡萝卜、芹豆、香菇还有排骨，焖排骨的汤汁也不要浪费，一起倒进去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煮饭键，打开盖子的一瞬间，想到我家狗都疯了，简单又美味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